next song, which is a Mountain of the Sun Morning, Alisan 的山之幻。It's happened in the 2002 years, 在发生在2002年的时候，阿里山虽然经过了地震跟风灾，但是呢，整个山神的神木依然屹立不摇。来看一下整个大自然神木发出的声音 ，Mountain of the Sun Morning。伊达少的广场，伊达少码头，从坐接驳车从文武庙来到这边，现场所看到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，但是呢，受到了一些整个一些的影响，都还是。